好，都录上了。好。大家一定觉得我们两个为什么要靠自己？你是不是会拿烟头？对。鸟屎哥哥开玩笑的，小朋友不要乱学哦，未成年也不要抽烟哦。等下拿面烫你。好，来喽，预备，开始。餐车严重亏损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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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严重亏损。对，我们赔钱。然后我们希望你们可以。看看 Eric 有没有短。哎，他的肾这样子。然后我们希望你们可以讨论出就是可以赚钱的对策。嗯。然后虽然说我们第三次乌来小赚了。一些小钱，280。对，但是我们希望你们可以就是赚更多一点，停止亏损。我们前几次出车的成本，怎么会有人叫十万五省钱？十万五不会省钱，十万五只会花钱。我们有一集付2940。怎么了？所以你们要想清楚，你们接下来的。对策要怎么解决成本的部分，以及我们的菜色该如何改变？好，那这部分就交给你们了，我们就先退下。啊？你们真的要走了？对啊。那你们自己想啊。哎，然后这个麦还你们。哦，那个纸盒也太贵了吧？纸盒。好。好，那你先写这个汉堡牌，就我们在桥下卖那个。我们的成本总共花了1110块，然后我们一份50元卖了10份，所以这样子我们的收入是500块嘛，所以我们当天是负610。然后再来是我们在淡水码头卖的那个炸肉丸，对，硬到爆的炸肉丸，一份卖80，然后我们卖了12份，-294。啊、然后再来是乌来，其实怎么这么凶、啊？真的哎，黑心骑士饼。然后我们一份卖40，卖了17份，所以收入是680，所以我们那天的利润是281块。哎呦，竟然是赚的哦！然后、哦、牛肉杯，对，传艺牛肉杯。牛肉杯，因为可能应该是亏钱啊，因为包装的钱还没有算。如果先不算牛肉杯，因为我们不知道，我们目前卖的3次，总共亏本的钱是3277块。炸肉丸那个就多太多了，那个成本其实炸肉丸，炸肉丸为什么会？我觉得那天就是菜太贵了，然后牛肉也比较贵。我们下次卖东西之前，我觉得我们要先看一下最近的菜价。
要卖的点也要去看一下怎么可以。因为像我觉得马告戚子饼会卖好，也是因为我们先去，哦、我们有先去过，然后对啊，然后我们在那边走了一圈，发现哎、欸、马告是比较特色的东西。嘿，然后那天大家也很多人吃的是讲说，哦那个本来马告味道他觉得很重，可是他这样吃起来他觉得比较像胡椒，然后就觉得还蛮好吃的。所以我觉得那一天之所以可以卖比较多份，也是因为有我们有敞开。我觉得压低成本的方式不是说去刻意的限制那个花钱的，我觉得就是我们要稍微调查一下我们要卖的东西，然后它食材。那我觉得我们就是要先去看一下我们要买什么，找几个选项出来，然后我们去研究这几个东西的成本，包括当季的目前的费用。对啊，然后要敞开。对。好，我觉得差不多。那我们下一次要去的地方，啊，我们要去哪？我们要去哪？我们要去三峡老街。我们要三峡老街。那我们是不是要去看一下？我们现在都是要走老街路线，是不是？就是老街就那么小，那硬要盖一台餐车进去的，就很吵。我们去三峡老街逛逛，然后看一下我们要准备什么。因为三峡应该蛮近吧，差不多30分钟到了。那我们去观察一下那边有什么族群，然后东西又卖多少钱，还有什么我们可以、可能可以卖的。三峡应该没有什么特色的餐点。我不知道，我还没去过。我们去看看。好，就这么决定，我们。三峡老街逛完，来，哎哦，撞到屁股好痛。先站起来，那边就是我刚路过其中一个。真的吗？那我们直接买一个吃看啊。好可爱啊，小牛角哎，这好 Q 哦。这个是只有他们卖，这个就比较像甜点，然后结合牛角的口感。你这是到哪都可以吃啊！怎么会这样子？培养一下我的艺术气。入馆参观20元。好吧，我看一下。我是觉得他的作品蛮漂亮的。所以我觉得，如果我们可以跟金牛角合作，对，跟我们买金牛角，如果可以。可是刚刚大约有发现一件事情，就是我觉得这里蛮少咸食的。这我们唯一可以吃的只有卤味，咸的只有卤味。我刚才想到一个东西，我觉得它可能蛮有机会的，而且如果又是这样的天气的话，我们可以卖，比如说类似荞麦凉面。比如说我们就卖一个一口凉面，它可能就20块、30块，然后可能就剩一两口而已。对。但就像一小杯，这样他们可能也不会吃太饱。然后哎，有一点也是咸食，这样他们也可以在路上就是吃他们其他想吃的东西，然后就是一个点心的概念。因为我觉得这条老街，我觉得它比较特殊，它没什么遮阳的地方，除了骑楼。但是有很多老街，它其实是街道跟街道之间，他们是有做棚的。对，是不会。对，所以其实这边我觉得体感更热。荞麦凉面，我觉得可能有机会。荞麦凉面，然后我们再搞不好还可以弄个荞麦茶，还有煎茶。好，那我们就下个礼拜二来吃。简单的咸食。荞麦凉面。就荞麦凉面了吗？对。我觉得目前这个看一下应该是这，应该可以吧？嗯嗯。应该还算行，成本也压低了。对啊。然后好像也蛮符合大众口味的。嗯。然后对。刚好这里没什么人卖。对，然后对份以分量来讲，有少有多。所以大家可以自由选择，希望到时候可以好不好？至少打平啦，至少打平啦。如果可以开始打平的话，也算赚了啦，没亏就是赚了。没错没错，没亏就是赚。先以不亏为目标。以不亏为目标。好。我们已经决定要做荞麦面了，没错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到了我们的厨房。好，我们应该先来弄酱汁，因为我们其实要有高汤，那我们没有高汤，可是我们其实可以用这个柴鱼片来煮一个淡淡的汤，这样高级的感觉。所以我们先用一点点水来把这柴鱼片煮成汤。那我就来弄面哈。
的抹布。好了，我们做好了，我们这次要卖的猪排。大颗的那个，我想问你在干嘛？熏香，大颗熏香。我们要卖口味的，我们这次就要卖这个。卖口味的，耶、yeah, ，完成。收口味。推开。二十多年成这样子，真的痛苦。我切得好粗哦！你切得好怎样？我好烂哦！你说切得太胖了。切对啊。我可以帮你切。你说谁胖？面条。完成荞麦面。哇，荞麦真的是好像盔甲，好像鱼鳞哦，鳞片切在我身上，我洗不掉了，完了，我要变荞麦人了。打干口也可以啦，切都可以。刚那个是，哇，你切的好粗啊，你是润饼呢。哎，你要把我的跟你的分开，我的在这里，不要跳过来，肥胖面。走开。我们那好像切得太细耶。它怎么有这么多种面？这是我的。你的胖面跟你的板条。我是还没加糖啦，我只是想说先慢慢调味的。哎，你要把我的跟你的稠面分开哦。有啦。耶，完成！真的好短哦，好不像面哦，就夹不起来。好，我们第一个要改善的就是我们要把它弄长一点。我觉得蛮好吃啊，口味好吃，但面不好吃。面不好吃，我觉得面比酱还好吃哎。配面之后，酱汁反而可以再重一点，然后可能煮面本身我们也要加一点盐，让它多一点那个面的味道。嗯，对。你要看，你要看，你要看。但他喜欢日本啊，他是。他如果很喜欢日本的话，他的评价应该会是最中立的啊。可是我们要在三峡就是中立。可是我们要在三峡就是中立。来，我们把。反应给镜头哈！不要逼他。美味しいですか？美味しいですか？不好吃。那你觉得卖台湾人可以吗？哦，这个可以。你说酱可以，但面不行。面吸不住这个酱。哦，对嘛，所以就是不够细。那你们打算定价多少？我想的是20块啦。哦，那我们就卖20块。我本来想的是20块啦。我觉得15块。哦，你说这一坨？对啊，90克啊，就差不多80到90克的话，我觉得我想的是20块。会不会我们荞麦面卖30，然后红茶卖25，然后红茶卖的比较好？因为它非常有可能啊，因为我们不能卖红茶，我们应该要卖一个卖茶。卖茶。卖茶。那最后我们结论就是荞麦面一份卖30，卖30，一定要卖15吗？我们就主打一个 cheap 路线，实惠路线，30-10块。好，30-10块，好，感觉就是一场硬仗。好，那就2天后三不对，同一集，所以待会见，大概30秒后。就是等一下会有一些三峡老街的过场这样子，一些景这样子，然后一些音乐，然后我们就这样，哎，我们今天来到三峡要开始卖，所以待会见。对，我们今天要准备出车了，对，然后我们要来备料，没错，做荞麦凉面，然后我们今天有一个怎么样来宾，你今天有个帮手，你学妹。但不是实际上学妹，但今天她是你学妹。哦、oh, okay, ，那我们要来看她是谁。一二三，哎、欸！你为什么做老师？从你们开始，草稿。
就是开始在 re 搞到现在，我现在腰已经快断掉。我刚刚回想，欢迎阿宁姐。欸、好，接下来当大鱼姐妹。是。因为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卖茶，嗯、我们会有小麦两妹 and 卖茶，那还有酱汁，还有酱汁。那你要怎么帮我们分工？我觉得我先弄面团，然后你们就先，比如说因为。我会在那边弄，然后你就先帮我弄面粉什么的，然后等到我开始揉面团的时候，你们就可以开始把那个麦茶弄好。然后等一下我切面的时候，你们来帮我称，同时我们一起来弄酱汁。啊，其实就是对我来说就是煮水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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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煮水。不，我跟你听的为什么是不一样的呢？怎么会这样？你这样就好，剩下的你弄。对，没有，这就在欺负。没有，就我分配工作给你。菜鸟，终于有菜鸟进来，让人家欺负一下。不要这样子好不好？我听到的时候我还很兴奋，就看到菜鸟我就很紧张。观众都说我欺负大鱼，今天大鱼终于可以欺负别人。怎么会这样？好，那我们就直接开始了。耶！那我们要首先来做第一步。你猜看第一件事情是什么？都猜错了，洗手。想不到，超难的。其实我真的不知道荞麦面怎么做，不然荞麦面其实很简单，它就是面粉跟荞麦粉。哪一个是荞麦？这一个拢是荞麦。太多了。Only 这一个是面粉，好不好？那。不是你不要在那边摸我袋子，装忙啊，不然不要装忙，顺便这东西真的可以支援一下大鱼啊，可不可以请一个游泳点来点？学姐，哎，这个，哎呦，这个哎，要学姐的感觉哦。哎，大鱼真的很有样子哎，我必须这样说，好厉害。没有，我们是真的要做事，你以为做效果？对，我们现在是真的要做事。我们今天预计想要大概卖几份啊？帮我们这样子，我们就录到包括每天，然后看我们可以卖几份。傻眼。你觉得我们可以卖几份？我不知道，我完全没有办法。我觉得我们分量很小份，所以应该还是有机会卖蛮多份的啦。因为大家可能就会想說，因为我们那天是试做，不是成品。我现在没有看到成品，我没办法想象。就是你懂吗？就是成品的感觉，还有加那个路边的感觉，就是要加一起想象。那我们先做个至少，但是也要是要准备二三十份。对啊，但是面要揉很久，我觉得你很辛苦。我们 这一次要卖的东西可能是前置作业比较麻烦，可是真的在卖跟煮的时候比较快。上一次煮这个是泡泡面的时候，先装半壶好，先烧一点给他煮面。学姐，请问半壶是多少？随便。下面比较胖哎、欸。下面比较胖哎、欸。你说谁？你说谁？我说这个水壶。哎呦喂！很敏感。好。我现在好像也没事做，我要等水。不行，我跟你们在一起，我应该会变得很不正经。讲好像你平常很正经一样，我应该成为今天这一场里面最认真的。你确定吗？是，没错。应该可以了吧？来，学妹，你帮我拿这个。我还想说，我没事做，真是太好了。我应该成为今天这一场里面最认真的。你确定吗？是，没错。OK。哦，好大哦！那这等一下，没关系，可以，这个温度。平常如果没有三个人的话，其实是没关系的，就是。对啊，我们主要找你来不是因为你可以帮很多忙，是因为这样子可能你会让收视率变比较高一点。才不会，哪有你高啊，对吧，老板？嗯，还说嗯。对。老板，你这个厨房好美啊，上面竟然还有跟着花呗，真的很轻松哎，是不是？我觉得麦卡贝这个单位一直都对我蛮好的，因为上一次可能太硬了，所以这次用上一次是什么？上一次是木曜民宿家，从早上10点录到早上6点，真的假的？我先说好了，大概是我觉得录过最扯的一次木曜，你们录了超过12个小时，我们被踢笑。但我觉得这面团好像已经有点微失败了。为什么？我觉得太湿了。那你就要放很多粉下去吧。可是它的筋度也还没出来。怎么感觉到它的筋度有没有出来？其实第一个就看它的表面啊，你看它这样子折起来的时候会皲裂，就表示它还没有，还不够，筋度还不够。而且你要不要先称一下面团多重，就知道做几团多少面。650，差不多680。
八六四十八，八七四十二，已经超多份了。八九六十三，九份。九份。不好意思，八七是五十六，八九是七十二。八九六十三，九份。九份。还是我们今天去九份，我们就去九份卖九份。临时改的，九份很贵。概念，九份，九份，你蛮好笑的，你看好笑，我好尴尬。可以，我俩后置会救了，你后置绝对会救了你。啊，那这样你们先帮我称面粉好了，这样子2:1:1，2:1:1，好。你这三包加进去之后，大概要1公斤，即刻等于1公斤。1000。它这个公升数我看不太懂。对。哦，1000，是冷水的吗？1000。它这是热汤1.5，30分，所以。对啊，一包可以煮1.5，600。哈哈哈哈哈！这个是小的，600克，你就把它分开分两次豆。不行，对啊，也可以啊。我只能一次。那两次量起来加起来不一样，量是300。好，下次可以发个数学好一点的人来。学妹，数学是不是不好？我数学超好，我被当了三学期。86，48，87，42，八九六十三，我俩后置会救了你，后置绝对会救了你。没有，完全没有。那你这个是？那现在我自己拿好了，然后我等下洗。The chairs are on the table. The floor has been swept.Closing time and I'm a little tired. It's a long time since I've slept. 蛮淡的，虽然它颜色看起来很深，但其实它的味道蛮淡。你跟我说，没有，我觉得是这样子。这茶也不需要味道太重，不然我们等下你给他们喝看。不然我们去外面买艾滋味的放进去就可以。艾滋味的，不要乱公司啊，没有收广告费。还是有点短哦，还是对，还是有点，好像还是微短哈。你刚刚是横的嘛，你就直着折。对呀，我怎么没想到呢？哦，这样应该会很长哦。这么努力的，饶你。前天完蛋了，黏住了。让我们每次出车或是做这个，然后我们只要有进厨房。当天播出那集的时候，我的粉丝团私讯大概都会有平均40封，然后就在跟我讲说，比如说，哦、我觉得油温应该要控在什么什么啊，或者是什么，大家都出师就对了。然后我就一一回复说，谢谢你的意见，但我每次卖东西都不一样。我觉得就是把九份浓缩在4个小时内的概念。突然觉得，其实吃点台哥做的食物，也是蛮幸福的。现在这个厨房是没有冷气，也没有电风扇的状况，大家能够知道这团面对我来说用了多大力量吗？所以其实我不要再揉了，对不对？你那坨应该已经不能用了。那个已经快要没得救，快要没得救，快要没得救。想不到吧？最后还是徒劳无功。跟人是一样，我觉得他很崩溃。快没救，快没救，快没救！然后又问我姐姐，好比呀！喂，走开！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哪里啊？还好吗？陈伟，你还好吗？吃饭了？他怎么会没有救？他是生气了？还有救，还有救！我救他，我救他！我应该要成为今天这一场里面最认真的，你确定吗？是，没错。悲观，悲观。这边为什么有个超大地瓜啊？不要再攻击他了。
大厨，你要不要喝喝看我煮的汤底？应该可以。好，那是这样吧。味道有出来就好。感觉很好喝哎、欸，这什么甘蔗汁哦？不是，那是我原本的工。我给你弄一点。好像甘蔗。哪里来的甘蔗？到底哪来的甘蔗？哎、欸，要不要吃个可颂？三峡金牛角，金牛角，三峡金牛角超大号版，超深版，最深的那一种，而且还很扎实。是我。不行，我觉得我需要去弥留一下。你先休息一下好了。我第一次来我们餐车也受不了八卦，是学妹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其实我觉得很好玩，就很像回到以前幼保科在做吃的一样。可是你刚刚不是讲刚才呢？我已经受不了。你哪里啊？喂。走开、啊。他可能在幼保科做一样。幼保科就怎样？你要不要喝看？我煮的麦茶。流苏哎，最新时尚。蛮重。其实你可以不用折那么多折，因为我拉起来都会断掉。什么意思？那你就就是这个拿起来就好了。哦，我刚刚是这样一条一条剥哎。没关系，你刚刚也以为那是甘蔗汁啊。希望我们下一集可以做天然美术。你都讲几次，我下一集希望我们下一集可以做提拉米苏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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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可以卖提拉米苏。希望我们下一集可以卖提拉米苏。讲不停呢。这什么啦？这怎么办啦？这个啦，这个啦。不是这个是又是什么？这个是全新的过筛过的粉。那他嘞？他是我的孩子。你把你是我的。那我先把你放包包里了。不要！不要！他还有救吗，医生？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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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家属先到外面稍等哈。你再说一遍，拿一个棍子，你不要拿刀抓小孩啊！帮我拿烟，帮我拿烟，我烫了，拿烟烫面团啊。啊，我觉得这样可以啊，就偏重，但是加冰块应该好一点。哎、欸，应该没有办法20份，应该只能再两坨而已，顶多18份。哎、欸，我们今天招牌要叫什么名字啊？手作 no 荞麦，就是我们没有看板要画，所以我每次都要想要绝对手作，手作就手可以，可以，我觉得可以说就是纯手工荞麦凉面呐。纯手工不好吃也不能怎样，对，可以加这一句。不然就是世界上最难吃的荞麦面，就会有人想来吃，反正才30块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会买。好的，我们终于弄完了。然后因为我们没有办法一次弄太多份，所以我们这边是17哦，那也还行。17.5，然后那一小坨0.5那个我们等一下自己。这个一小坨我们有做一个记号，有一个这个等一下我们去的时候先把这边煮掉，我们自己吃，因为它份数也不够，它大概半份多一点。准备好了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出发三峡，然后来试卖这一次的荞麦凉面。然后其实我们还是有准备一小包，就是买好现成的荞麦面，所以如果万一大家真的觉得太好吃了，然后十几份顺卖光的话，那我们就把准备好那个 U B 的纸包拿来煮。好。然后反正我们的酱汁应该就酱汁卖完了。酱汁如果我们卖完，我们可以在那边直接煮新鲜。然后我们甚至卖汤面都可以。也可以哦。对，所以昆布汤面。所以我们是先17份，但如果顺卖完的话，可能还可以再多做个4-5份左右，这样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就出发，三峡够好，那我们一样跳一下，到了1、2、3。你根本没跳，你只是身体抖了一下而已、啊。所以刚的跳不会到，就他们这段还是会剪。这样吧，害我真的死了，快啦！好，快点出发 ，Go！ 你来了，对对对，我觉得蛮好喝啊。再一杯吗？我觉得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想加到我爽，可他认不出来是谁，你是谁呀？你没有看过《延禧攻略》吗？你就把它带头上。你哈哈哈哈一坨面粉。可是其实荞麦凉面应该是要
蛮应该叫蛮有一个印度在的吧？不是，都印度是整个印度，是吧？是吧？小妹妹应该叫蛮有一个印度在的吧？那这样说实话，就看起来就会是正常速度这样。伊拉夏马塞，不好意思，让你久等了。好，好，那你水太少了。好，老板，你有没有兴趣录节目？面有熟吗？这样呢？这样可以吗？这样子会不会太甜？会很奇怪吗？你可以直接实话实说，因为我真的很需要，真是葡萄。好，那我现在就开始，超普通。我们这个什么东西，什么